那证明还是你洗的动的地方不对。这边特别疼是吧？啊、对。这都紫了里头。怎么了，哥们？能拆一下吗？好嘞，稍等一会儿啊。好嘞。肉都紫了，里头就，不是出现血丝了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的个乖乖！哎呦，全是脓。全是能啊，里头疼吗？到位很快，全是能啊，里头。那怎么了？整里边扎里去，往里长了？扎时间长了呗。那不扎时间长，它哪能里头是这么多能啊？吸一会儿吧，放里头吸一会儿，能给它吸一下子，还好没洗，这洗得更晚。有什么？我说还好没洗脚，没碰水，那碰水更晚。天天洗、啊。碰完水之后都炎症更快。这边不打疼是吧？这边瞅的还行，你那边强点儿。它指甲变薄了吧？它可能甲沟炎就好了。你这脚是个增厚引起的，它厚往下压。哎呀，这一块不小。全是沫子，有时候全是菌丝吗？那沫子就是菌丝。都是去大块。